全都有辣冰糖，它这个就是拍下就是发30个，然后多给咱们10个，就到手是40颗啊，看一口秒那种。我这是三大味道，它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吃，这特别像吃烤香肠一样啊，只能嚼不能咽，等你嚼到这个辣没味的了吐出来就可以了啊。这是乳酸菌味的，嗯，我感觉他家果酱还挺好吃的，都是辣妹的，看，它的辣还是挺软的，然后嚼起来也不掉渣，可能会遇到哪一个果酱的时候，它俩不融合，稍微会有一点。嗯，抖音。